叫燃冒新一家人，我是镇江江主播娃娃。下面的15分钟的时候，来带给大家几个舞蹈，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今天穿的衣服呢有点古风，但是我不跳古风舞。好了，先给大家跳几个舞蹈喽。放的时候有点麻烦，谢谢大家的关注，谢谢谢谢大家送的礼物，谢谢。欢迎大家来到992新秀燃冒新一家，这里我是浙江江主播娃娃，喜欢我的宝宝可以给我点点关注。
咱们手机用户这角落黄色小圆圈点关注，电脑用户直播通通这些地方打上勾勾就可以了哦。然后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麦序上面的美女主播，辛苦大家了。然后我们下面小星星可以帮娃娃点一下吗？谢谢。我们点一下下面小星星好吗？谢谢，辛苦大家了。然后插播一条广告，咱们992能长期招收场控，有意的宝宝我们可以私聊一下麦序上面的帅气的小哥哥和美丽的小姐姐哦。辛苦大家了，欢迎新年宝宝们，晚上好。我们跳第二个舞蹈吧。因为我没有携程，我是搬家，我没有携程。因为那个穿这个衣服的原因，然后我们就跳稍微慢一点的吧。最后一个舞蹈我就给你们跳一个古风的吧。Somebody help me now.
我感觉自己是个疯子。哈喽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992新秀燃爆新秀，这里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播娃娃。想要的宝宝我们可以点一点关注，点关注不迷路，主播带你上高速。咱们手机用户这个角落黄色小圆圈点关注，电脑用户直播通知这个地方打上勾勾就可以了，辛苦大家喽。然后咱们为什么下面的小星星还是没有动，好尴尬啊。然后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麦讯上面美女主播，还剩最后一个舞蹈的时间，跳完之后娃就要走了。主播多大了？你点关注回家去告诉你啊，你猜一下我多大了。然后插播一条广告，咱们992长期招收场控，有意的宝宝请私聊一下我们麦讯上面的帅气的场控小哥哥和帅和美丽的场控小姐姐。好了，我们开始跳舞咯。咱们没有点关注的小哥哥赶紧点关注哦。36D， 天哪，36G， 谢谢。